蓬头垢面，在我们三江市住的最便宜的民宿酒店，在异国他乡玩的命呢，哼，真是替他感到不值。我是中国检察官安妮，我现在正在跟中国警方一起查封犯罪窝点。从现在开始，任何来路不明的账户你都不要汇款，也不要参与任何非法性质的线上赌博。你谁啊你？你怎么用婉婷的号跟我说话？你是不是盗她号了？你骗子吧你！我不想听你说话，你让我女朋友跟我说话。这位先生，我告诉你，你口中的这位婉婷，她是别人家的老公。网络赌博是骗局，你不参与才会赢。真是让人着急。在哪儿？在这儿。你们别害怕，我们是带你们回去的。你们有谁知道那些被拐来的女孩现在在哪儿？都不知道。我是老张啊，我要立功赎罪，我对不起张小北，我愿意老实交代。你就是老张？哎，你的事儿回去再说，带路。哎，好，愿意效力，愿意效力。是先。Game over。Old game is over, but a new game has just begun. Thank you. Take her away. 哦，应该是那个第四个呢。嗯，是。哎，你好，麻烦你来一下。你是？莹莹吧，我是无辜的，我没有罪，我是被骗来的。是张小北让我们一定要找到你。他怎么样？没有受伤吧？你们说话呀。他现在在医院，没有生命危险，你放心。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。你就是安妮吧？
长得还行。前几天听你的声音，我就能想象到，你应该是一个挺飒的女孩。只是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像她这样精致的女孩，不是应该做着美美的指甲，喝着 Jarrett， 出入着奢侈品店？可是现在呢，蓬头垢面，在我们三江市住着最便宜的民宿酒店，在异国他乡玩着命呢，哼，真是替他感到不值。Come on, come on.你觉得他是老 A 吗？很快就会知道真相了。钱都交接好了，除了一台已经损坏掉的服务器，剩下所有服务器上记录的绘画信息，还有数据库记录的资金流向信息，全在这儿了。赶紧将这些数据进行打包送回国内，让国内的技术人员进行紧急修复，并且抓紧研究。还有何队，前天新公司涉事的中国公民，他们会送到移民局进行拘押，你请示一下，看看国内能不能和当地司法部门沟通。中国公民被询问时，我们必须得在场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上车。快上车。